新疆哈萨克族传统美食熏马肉、熏马肠到底有多好吃，必须亲口尝了才知道。你看它肉质紧实，色泽艳丽，闻着熏味浓郁，芳香四溢，用刀直接切片入口，就是最原始朴素的吃法，入口越嚼越香，回味无穷。然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选择膘肥体壮的马驹，切成块状，撒上盐，灌入马肠内，两头扎紧，将肉和肠搭在架子上，用松枝果木暗火熏烤入味，静静等待风与时间的馈赠，就这样制成一道浓浓的哈萨克风味美食。